What?我感觉上路有机会啊，上路这个位置手底没有注意，但是中单先被打了一套，这里好像刀妹自己有点危险啊，而且与此同时上路也开花了。拼完之后我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这里就是二段E，接下来就蛇女头疼的那个问题了，因为自己在ED被击杀掉之后，看一下这一波反打蓝量不是太够啊，因为蛇女把自己就打空，哎，差一点点。因为血量的话，蛇女敢这样子反手过来凶，真的就是太可疑了。后面肯定是有兄弟跟着的。不过胖，哎，先看中路这波。哎，这个一技能没有拉开，但是这里中路在九洞一个一闪过来之后，梦魇到达了六阶，一个大招被动吸了一口血的同时，这个锤石也走不掉了。哇，这个中路的梦魇起飞了呀！哦，还好是被这边蜘蛛太深了，身上挂满了E的被动之后，也是不跟你多说，酒桶在这边直接这波是肉弹冲击，直接上来打了一套。这波没有办法，奈特装备实在太好了，包括第一时间就是 GD 这边的控制和伤害没有第一时间能跟上，所以说的话还好蜘蛛最后是最后一下平 A 打了一波非常大的优势。酒桶中路的一个一闪也是为哦，下路抓到一波机会，这边打残了一个大招回来，哎，这边空中一勾，反手一勾非常的走不掉了呀，但是最后死的人是自己，但是他亮的太早了，这个 TP 没有下去。我看 Punk 这个位置鳄鱼闪现 W， 那真的没有办法。谁的大招？就二上去 AA 嘛，哦，这边又飞到上路蛇女这边，看一下交出一个闪现，平 A 挂上，直接一二三，第四刀，哦，最后被鳄鱼 K 到了这个人头，而且他差不多1500啊。哦，这边鳄鱼开大先攒怒气，后续的话一技能上来，然后一口咬住，后续看伤害应该是够的，直接是秒了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我们这边。看刀妹是带了线直接走，但是三六九好像看到了，就感觉到了一个睁眼插下来，也是刀妹拿着鳄鱼没什么办法，看一下后续有没有兵线可以 Q 一段E技能，再接第二段直接刀妹开启大招，但是这一段 Q 是让自己后续的 Q 技能也没有断了，直接闪现过来接 W 一套平 A 触发征服者，但是闪现这有梦魇的大招哦，直接一个粘火。在刀妹的话，哦，这个又直接飞了，看一下飞的是谁，这一个直接拐弯是打到了对面的下路双人组身上，一个大招就逼掉了，哦，这个位置去进行埋伏的话，看一下打奈特这个位置没有飘到，直接的话一套技能是没有秒掉梦魇啊，这个关键的 W 护盾挡掉了致命的输出，就是不做黑切的 NOC 还是蛮脆的，应该是有机会能秒的。哎，这边主动一个大招配合下路双人组看有没有机会，但布隆这位置感觉有点差，出一个秒表之后，后续卢仙两发输出单杆张。哎，锤石这边是勾到了布隆，后面还有个 TP 亮起来，是刀妹的。骗子这边过来，看一下，又是一波视野卡住，但是这边的话呢，先秒的是一个蜘蛛，而且梦魇第二套大招进场之后，对对面的后排基本上是一波毁灭的打击，一下平 A 带着对面的 AC， 而且后续的话，刀妹虽然说拉住了梦魇，不过根本扛不住对方几下平 A 啊。梦魇现在身上带着一个复活甲之后，现在是一个追击战，看一下神女这边能不能跑，或者说现在滔博要转手打这个大龙呢？应该是不准备放蛇女回家了，在这个位置根本就无地可逃，现在蛇女身上弱小可怜无助，那真没办法，包括这边锤石也是被卢仙给收掉，这个大龙的一个进程又开始提速了。那么这样子回家补给一波的话，我觉得是最稳的赢比赛的一个方式。我们看上波团战的一个回放，其实刚开始就是 GG 的话真的已经占非常大的优势了，但是我们发现 Net 的加入战场就是扭转了整个局势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卡萨达酒桶第一时间被开的时候，在最后血皮的情况下开了一个极限秒表，与此同时在秒表起来的一个瞬间压起身，直接一个闪现不慌不忙的同时还丢了一个三分球，这个三分球入框之后是直接杀死了这局比赛。对，你想杀死一个有秒表有闪现有布隆保护的酒桶，包括你这边装备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实在太难，虽然这波机会抓得不错的
哦，这边想过来，想要尝试单秒，伤害稍微差了一点点，但是这边意境的话也没有撞到。不过后续鳄鱼的一个进场也是直接，好看一下，梦魇进场了，对比 ADC 两下 PK 直接带走，而且后续的话呢，这波团战基本上是摧枯拉朽啊。最后在没有人知道的一个情况下，梦魇直接，我好像一大招接一个 PK 直接就带走了对方。那么这波团战打完之后，我们也是可以恭喜滔博拿下今天比赛的一个胜利。 对，那么这一波团战的话，也是由卡萨一个小小的几何桶嘛，就是也是成功把团战给开起来，而且我们后续可以看到 Net 被这个 ADC 就 2 过去 A 了下巴，就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说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恭喜滔博是以一个3-0的比分是。这边出现，我觉得应该是问题是不大了。那么也是对基地抱有一定的遗憾啊，也是遗憾的离开了这一次德贝的赛场。不过能够跟这些强队强者们交手，也算是交了一次比较不错的学费吧。回去来到明年 LDL 的时候，也会有更多的经验了。对，这当然也是一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嘛。 这局比赛其实重点还是开局的那个梦魇的人头拿得太舒服了，在这种基础上，酒桶的第二波反蹲，又让梦魇拿到了3个人头的情况下，是直接在中路让 Knight 真的是无人能挡。好的，欢迎来到我们2019德阳亚细亚杯杭州站的一赛后采访环节，在这里我们请到的是滔博的上单369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滔博的上路369。也是刚才再次恭喜一下滔博赢下了本次的比赛。那在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369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自己对线上比较这种长手的蛇女，自己是怎么样去处理这种细节的？就是打那种长手的，这个版本不是征服者比较强嘛？就是如果他带风起的话，你就可以带征服者；如果他带征服者的话，你就可以带多兰剑就跟他 all in。就像你刚才一样，带了多兰剑是带征服者，去跟他 all in。对，啊，就像你刚才一样，带了多兰剑是带征服者，去跟他all in。对，那边就是他带风起的话，你出多兰盾跟他慢慢耗；他带那个征服者的话，你出那个多兰剑跟他all in。反正大家主要不是看你怎么打，主要是看人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中路那一波二打三，当时被梦魇反而三杀，当时队伍里面谁的呼喊声是最大的？我记得好像是辅助叫的最大。 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今天看我们状态是非常不错，现在感觉整个的状态是发挥到队伍的几成或者是百分之几？就还可以，百分之我也不知道，就还可以吧。就可能还是差一点就到100%。那第四个问题也是今天一整局，如果一整天让你颁给一个 MVP 的话，你会颁给谁呢？肯定颁给369啊。哎。 那第五个问题，你觉得有了卡萨的加入之后，你们的队伍上升了几成实力啊？上升了几成？就还在磨合吧，就是也不能说上升，就是在磨合。哎，确实，今天的磨合状态看起来还不错。那第六个问题，其实今天在场已经时间比较晚了，陪伴滔博的粉丝们还有很多。然后我看到刚才369和粉丝们的互动也很多，那在这里想和粉丝们说句话，去送给他们。票多少钱啊？票多少钱？辛苦了，不报销。<笑>好了，那也是再次感谢369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同时也是再次恭喜滔博赢下比赛，让我们稍事期待，然后以及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。